Hello， 欢迎收看 Stephanie Story。最近啊，有一家法国的网红汉堡店非常非常的火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探个店。今天我们又化身美食侦探啦。今天我们要探的这家店呢，是最近很火的一家法国汉堡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原材料啊，什么汉堡啊、薯条啊、饮料啊、甜点啊，全部都是100%手工制作的，而且呢，每天都是限量供应。就像这个甜点一样，都是他们工作人员每天早上亲手制作，然后呢，每天都是限量供应的。比如说你到晚上的时候来啊，可能这个就没有咯。然后还有这个100%纯手工的薯条，迫不及待的尝一口。超好吃。其实这个纯手工的薯条确实是跟一般快餐店的薯条口感就不一样。他们家的薯条啊非常的难得，因为是用新鲜的土豆然后手工切的，所以每一根的形状都不怎么规则。然后切完了直接下油锅炸，炸完了之后呢再撒上一些辣椒粉，但这个辣椒粉呢是不辣的那种，因为法国人都不能吃辣嘛，所以撒完了辣椒粉的这个薯条啊根本就不用蘸酱汁哦，直接吃就好了。连饮料都是他们家自制的哟，非常浓。其实就是16味道的 lemonade。 然后看看他们家的水，虽然这是一家法国的汉堡店，但是他们家呢传承的是美式汉堡的文化，所以刚才那边的服务员都超级热情，那个妹子居然还会说中文。来来来，看看我们这个网红汉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。很香。其实他们家的汉堡最大的特色就是100%纯手工。你们别看这个汉堡啊长得有点丑，但是他们家的原材料啊都是非常好的，包括这个面包啊都是请的专门的面包师来做的，然后里面的肉饼啊什么的都是用新鲜的牛肉做的，不是冷冻牛肉哟。然后最最难得的是面包里面这个酱汁啊都是他们亲手调的，所以来试试100%纯手工的汉堡味道到底怎么样。试过咁清新脱俗嘅感觉。目前为止吃到的是牛肉，然后这个白白的呢是奶酪，然后上面红色的应该是番茄，然后这个肉呢明显就跟那种普通汉堡店的那种肉饼不一样，弹性非常的好。然后你们看这个奶酪里面还有小葱，是他们家的创意。然后这个番茄不是新鲜的番茄，是那种番茄干，味道超级棒。然后看到里面还有洋葱，但说实话他们家这个奶酪里面加小葱啊特别的香。我超爱他们家的这个面包，因为普通的汉堡的面包是那种松松垮垮的，他们家这个面包啊很有韧劲。看一下，这样能看清楚了，是奶酪加了很多细葱在里面。他们家的汉堡啊最近被网友们称为全巴黎最好吃的汉堡，但是呢他们家的价格也不便宜啊，一个套餐的话基本上是在20欧左右。套餐呢就是汉堡加薯条加饮料再加一个甜点，然后我选的这个呢是一个冰淇淋，也是他们家自制的哟。反正他们家的东西啊是100%全部都是手工制作。就是覆盆子的沙冰，然后上面黑色的呢是巧克力豆。甜而不腻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纯手工的冰淇淋啊跟普通的冰淇淋比起来的话，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甜，然后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添加剂在里面，但是呢这个水果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。好啦，今天的巴黎最好吃汉堡探店试吃呢就到这里咯，吃货们不要忘记给我点赞或者是帮忙转发出去哟。当然啦，最重要的是赶紧订阅 Stephanie Story， 也欢迎来关注我的 Facebook、 Instagram、 新浪微博还有微信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咯， Salut。